欢迎回到羽球无极限，您正在收看的是今年亚洲赛季三冠王李阳王麒麟的线上对决。那么在前两个挑战之后呢，目前的双方的比分是王麒麟0-2落后我们的李阳。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个挑战。我们第三个挑战的名字呢，叫做伙伴还是陌生人。我们将会问两位球员呢关于对方搭档喜好的一些问题，两位球员呢要通过举手回答是或否。右手代表是，左手代表否。如果你和你的搭档呢举起同一样的答案呢，你就可以得到一分。好的，我们先要问麒麟10个关于李阳的问题，看看我们的麒麟是不是了解李阳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的，第一个问题，李阳在场上是一个浮夸的人，3、2、1，请举手。不够吗？你不浮夸吗？所以我举右手。好的，对对对。接下来，李阳比王麒麟更可爱。3、2、1，请举手。不对，两位出现了分歧。不是啊，我是帅，你是可爱啊。我什么时候看起来像可爱？你要乱回答，那不算吗？我哪有乱回答？我哪里像可爱？你很胖吗？那么大一只，哪里可爱、啊？对啊，很大一只，所以很可爱啊。那个是胖，那个胖才可爱。胖可爱啊，你很大只。不胖啊。对啊。OK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：如果麒麟饿了，李阳会给他唯一的一包食物吗？3、2、1，请举手。好，恭喜麒麟加1分。第四个问题，李阳是一个重色轻友的人。来，3、2、1，请举手。好，恭喜麒麟加1分。来，第五个问题，李阳是一位速度型选手。3、2、1，请举手。恭喜麒麟再加1分。我想故意答错。第六个问题，李阳比麒麟更受粉丝欢迎。3、2、1，请举手。恭喜麒麟再加1分。好不要脸。好，第七个问题，李阳比王麒麟吃的更多。3、2、1，请举手。对喽，我最近吃蛮多的。我最近吃蛮多的。不是，我那是最近啊，一直以来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我最近吃蛮多的，你最近一直丢东西给我吃，我吃超多的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麒麟已经获得了5分哦。还有最后三个问题，来，接下来李阳会告诉麒麟他的秘密。3、2、1，请举手。对，麒麟再加1分。好想答错，这个游戏根本就是在取决于另外一个人的心态啊。你完蛋了，你让我得6分了，你完蛋了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李阳会帮王麒麟洗衣服吗？3、2、1，请举手。你放屁，怎么都洗过了？没有洗过，但是会帮，会帮，不是有帮过。可是你从来没有过，所以是不会。因为你都自己洗完了。那、啊、因为所以你没有啊，你不会啊。会帮跟没有不会，有没有机会不一样。对，而且我也不想给你洗。你我不想给你洗，你有帮，你有帮我洗过、啊，你都乱洗，你有帮我洗过啊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李阳永远不会背叛搭档。3、2、1，请举手。好，恭喜回答正确。我们先来统计一下，麒麟刚才一共获得了7分，恭喜麒麟。那么接下来轮到李阳来回答关于麒麟的问题喽。你完蛋了，你惨了。这很取决于另外一个人的心态。你要不要现在说拜托？拜托。好的，麒麟李阳准备好了吗？好。第一个问题，麒麟最喜欢跳杀。3、2、1，请举手。对啊，老板，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防守。麒麟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
你现在放松屁啊！陈明敏这样笑的，我觉得你别有所图哦。我就喜欢防守，我就喜欢以后都挑球，我以后都挑球。再给你一个下马威啊！好，来挑你那边，我挑你那边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王麒麟觉得自己长得很帅，三二一，请举手。这个一定要说对，这一定要说对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王麒麟很虚荣，三二一。哎，你怎么没有故意答错？你怎么没有故意答错？你怎么没有故意答错？好，现在李阳已经得到两分喽。第四个问题，王麒麟很喜欢嘲笑李阳。三二一，请举手。三分。如果李阳落水快淹死了，王麒麟会跳下去救李阳吗？三二一，请举手。他说会不会啊？先不要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举否吗？因为你不会游泳，你会跟我一起溺死。我可以挂游泳圈去救你啊！我会救你，会有两命，会一死，我会救你，会有两命。不会，所以麒麟你不会游泳是吗？我会换三口气，三口气以后我就沉下去了，所以我在三口气内会把他救上来。李阳，你真的觉得麒麟会跳下水救你吗？如果不是下水的话，我觉得有可能。跳水，我觉得他下去就跳了。他说因为比我早先下去，我要救他。因为他比较胖，所以里面有比较多空气，我可以浮起来。我说不定还浮起来，就他直接下去了。现在李阳获得了三分。那么接下来下一个问题：王麒麟喜欢车子胜过球拍。三二一，请举手。好的，恭喜李阳再加一分。下一个问题，如果两位流落荒岛，王麒麟会照顾李阳吗？三二一，请举手。恭喜李阳再加一分。现在李阳已经获得五分了。五分了。来，下一个问题，王麒麟最喜欢的饮料是珍珠奶茶。三二一，请举手。你怎么举错？好，下一个问题，王麒麟觉得自己唱歌比周杰伦好听，三二一，请举手。哎，你个笨蛋！你想要被周杰伦粉丝攻击？李阳已经七分了，已经追平我们麒麟的比分了，还剩最后一题。我得要逆着来，我要逆着来，反正你就举错了那个，我就举错了一个。好的，最后一个问题，王麒麟最喜欢的身体部位是自己的头发。三二一，请举手。哎，你怎么都不举啊？我是那个，我刚那个，我刚我们那个。好，讲好。好了，我们很快。那所以现在李阳的得分是八分，那么麒麟在刚才的回答当中只得到了七分，恭喜李阳再一次获得了胜利。麒麟，谢谢你的大爱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所有惩罚都来吧。来，请麒麟原地旋转十圈。哦，我觉得最后一个不能输哎，我觉得惩罚越来越严重。我们请李阳帮麒麟数数好不好？好。开始喽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快结束了！八，快结束了！九，最后一圈，最后一圈，十，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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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这真的超晕的，好晕啊！肚子还超级哦，让麒麟稍微休息一下，还好吗？麒麟，非常好，这是小 case， 小 case。